你为了花姐都把名改了，这个太牛逼了。嫂子，有观众说有嫂子要取关了，他不知道我有嫂子呀，然后说现在知道有嫂子就取消关注了。啊？那不可能。顾导，我刚才还看到你信息嘞，你说想看我玩 VR 版的 V 那个 Valheim 是吧？ Valheim 是那个英灵殿，英灵殿出 VR 版了。张博洋说有没有推荐的风暴产品？有打火机，贼好用。这个地址我送你俩，好吧？这个脱毛产品还能问，跑到我这来问，你也是牛逼。谢谢朋友Jelly加入华恩组的会员。不在 B 站播吗？我一个月200G，每个月都用。不行，暂时不播。AK 的 Master 2S， 我没有 Master 2S， 我是 Master 3好像。你上原来卡了，但是你不要用蓝牙，因为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发言权，因为什么？我最一开始就没有用蓝牙，因为我的地下室的射频干扰特别严重。上次黄河来了，我们前段时间在升级网络嘛，他都发现了。就我们这边看到那个我们的 AP 可以看到那个其他频段的电磁波的这个情况，因为我这设备多。